我们已经开启了，脖子。对，你待会儿关注游戏开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几个字？成炸啊，这是啥？是你猜的是我的吗？是的。唐唐，你看右边的三个字，左边右边都可以参考一下，三个字，好吧？三个字，我的天，我懂你，橙子，我竟然懂了，哎，但是我的输入法卡住了，坏了，我输入法卡住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只能打拼音了，清月，我只能打拼音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现在我们看的是一个动画吗？嗯。不是我画了两个字，你都不看，你怎么跟第一次玩一样？你这画的是什么？我怎么卡输入法了？好难受！你懂我，你又穿了个娃娃鱼，穿的。左边一个娃娃，右边一个鱼吧。好。你要写，我们要写几个字？我们都没写几个字，左边要写几个字？行。好，我这个绝对完美。我这个超完美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是一个字。好，我要开始认真作画了。不对，有点怪。哎，笔呢？这样就好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两个字啊？这不是那个吧？这对呀、啊，坏了！哎，我那个洞，我有一个洞是那个俩字啊，不是一个字，对，是一个字，完了，都完事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画的好啊！哼，这个可以啊，这画的这可以、啊、绝了。你这四个脚怎么并排站的呀？不是，怎么就是一排啊？不是，你这个，你这是螳螂吧？这个脸跟嘴巴感觉很奇怪、啊、我真服了。这个我说实话，我是没有见过蚯蚓吐舌头的。青雨，你们家收蚯蚓吐舌头啊？你们家蚯蚓还有舌头吐出来？对啊。你也就爱画点笑脸是吧？不是，我们不哎呀，无敌呀、啊！你不兄弟们，这个猜对了，这个猜对了。毛驴，你说俩字我就猜俩了。这个猜对了，但是我没打上，我没打上。我只能说无敌。不是，你这什么呀，青雨？我传过去那个是俩字啊，不是，你这是，你太好猜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字，我是一个字，我是一个字，一个字，我扣完了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？我怎么总想把一个字看成俩字啊？我那个是一个动物，腾腾。我不说都没事了，表弟说了，你这个人弄乱了。我真的。这是什么？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吧？应该是。驾！这看着像狗啊。不对。没错。应该是这样。我这个无敌。你这为什么？这上面画坨粑粑。因为它狗吃屎啊。坏了，这什么呀？不是我们不是动物题板吗？怎么会猜成舔啊？蘑菇。
我他妈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很难啊，这个词就。这哦，你先画，我们猜是吧？一起猜。哦，懂了。哇，这已经画得很好了。我们，我们不再看弹幕的。你看这个小人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人吗？这人怎么画跟十字架似的？天天，哎呀，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？都是啊。我画什么玩意儿是啊？这是干哈呢？这紫色的，这是美术老师。什么东西？快揭晓吧！我操！我靠！我操！啥意思？我猜对了。Okay.我是天才，你就说我牛不牛？三室两厅，牛逼！这把我猜出来才是真的牛逼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有门，有电梯，门加窗。什么？哇，真是！我去，啥呀？有哪个笨蛋？哎呀，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了！压岁钱，压岁钱那不可都给了，都直接要的，谁还会推呀？中国式压岁钱，推一下吗？我都直接拿。不要不要，都是走亲戚才不要不要。咱们开始能卡了吗？喂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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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算了，这个沙场秋点兵，这有点难吧？太难了，这个秋点兵我这一辈子都不会。我就算猜到了，我也是沙场点秋兵。这什么？这还不好猜吗？确实。来了，抽象细狗派老铁。六个字，我去。这啥呀？你不会以为你画的很好吧？这一坨，这什么？不是啊！啊！这也太难了，这个这也太抽象了。啊！我靠！这十秒钟时间都能猜对？啊！我去！啥呀？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哎，我前面修饰太短了，太长了。这个太难了。太难了。划龙舟，好家伙！噔噔噔噔噔噔，热牛奶可以，可以。什么？你怎么否定自己了呢，清雨？